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凯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华强北的 N8 Ultra 啊，这一款的话是，咱们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福利款啊，为什么说福利款呢？比如说啊，正常您从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就是这种49毫米的啊，49毫米表径的，但是，比如说你是一个你要买一款情侣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啊，作为一个男生戴在这个手上的话，哎，戴这个49的是没有问题啊。但是如果说一个让你女朋友啊或者是对象是吧，戴一个49的，他的话这个表的话戴在他手腕上就会显得特别大啊，特别臃肿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搞了一批，就是这个N8 Ultra 啊，这个的话是一个45毫米表径的，是吧？45毫米表径的啊，它这个呢相对于这个49毫米的来说呢，除了尺寸啊，除了尺寸稍微小一点之外，功能上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，功能是跟49毫米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表径啊会更小一点啊，就是更适合女生来佩戴啊，因为女生的话相对来说这个手腕会比较小，或者说呢，你买回去呢给自己孩子戴啊，给自己孩子戴的话，这个表径的话。也是相当合适的啊，不至于说像这种的话戴在手上显得特别臃肿特别大啊。这里边的话，这些功能的话，像跟这一款的话，就是测量心率、测量血压等等的一些时间等等的这些都有啊，都是有的。天气，然后还有这些，你比如门禁卡呀，支付宝的离线支付，还有控制短视频的遥控器，微信的收款码啊。支付宝的离线码，有 NFC 啊、核酸码啊等等的，这些都是支持的啊，这些都是支持的。这个呢特别适合给孩子买啊，就是他可以直接带这个手表，你给他绑定好你的这个支付宝码之后呢，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就直接拿着这个手表，出示这个支付宝的这个离线支付啊，毕竟小孩子买个东西，他也不是说买很贵的啊，你就直接用你这个支付宝进行支付就可以了，他也不需要带手机啊。别人一扫就可以完成了，所以说这个表的话，一是啊，如果你有女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买给自己的女朋友啊，如果家里有小孩，对吧？你买那种小天才啊等等那种智能那个儿童手表的话，它是没有这个离线支付的啊，所以说呢，想让孩子啊在外面买东西更方便一些的话啊，买个这个啊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，大小合适啊，大小合适，而且价格的话，今天。咱们给大家做到一个99的一个价格啊，99，然后再赠送大家一个这个海洋硅胶的一个表带啊，它本身的话是带了一个这个啊这种的一个表带啊，然后咱们再送大家一个这个海洋硅胶的啊，就是到手的话是就是两根表带啊，两根表带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表的一个细节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表的这个细节啊，整体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好的啊，而且咱们这个手表的反应速度非常的流畅，好吧，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卡顿啊，就这样啊，而且的话这个是支持通话的啊，就是连到手机上的话是支持通话的，好吧，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来，喜欢这个手表的啊，99的一个价格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，好吧，来，喜欢智能产品的话啊，关注俊凯。